今天我们要干嘛？我们要 Q&A， 没错，我们要来做 Q&A 啦。而且我们穿的有没有很特别 ？We wish a Merry Christmas！ 耶！圣诞节要到了。好啊，那我们现在看第一题，你们几公斤？不告诉是女人的秘密，真的不能说哎、欸。林姐姐怎么化妆的？觉得姐姐的唇妆画得好美哦。就是你知道要描那个菱形。菱形，嗯，就是你整唇的纹路。你们可以在 FB 上面开直播吗？好啊，你们要上来看，你们要上来看喽。对，请问甜甜除了吃还会说什么感觉吗？什么意思？就是他说，机会，对他这个意思说你不要只顾吃，你要说这个食物有什么感觉、味道之类的。你的感想就是好吃而已吗？嗯，你例如是可以说这个。泡面好香哦！ Okay, 哇塞！好好好好，甜甜的身高156，好好高哦，很高吗？哇，他只有问甜甜而已。对对对，下一题。下一题是你们的身高几公分？换我们了，换我们。我大概157、158，我158。你看我们平均，我们都差不多。请问你们在场的人什么星座？几时生日？我生日快到了，12月17号。我也是，我12月22号。所以你们两个都是射手座。好，然后我是5月21号，是双子座。你们可以吃成四倍的那个吗？韩国辣面吗？我也想可以啊，我们改下挑战看看。你们几岁？我22，我20，我21。里面谁最大呢？我。请问可以让 Yami、Anna、甜甜、莹莹、Pola、思思，还有 Yami 的爸爸和妈妈一起合照吗？你的意思说就家庭大合照是吗？啊，哎、欸，没有，他是说跟 Yami 的爸爸妈妈，所以 如果有之后会 po 上网上去，对、如果有的话，我可以拍都市传说吗？我会怕哎、欸，都市传说什么？不知道、欸。都市传说到底是什么？就是你到就是各个地方，比如说闹鬼地方，或是挑战一些，比如说笔仙啊之类的。哦，是的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我以为是就是在饭店里面放小费那个。小费是什么东西？然后不是就饭店的人会给你很多东西吗？哦，放小费。你们的发型可以一年换一次吗？我们也想要。这个是有点困难的。这不是在开玩笑，真的蛮难的、欸。而且你们敢剪短吗？我不敢，我不能，我不适合剪短，我也不行，对，我也不想。拍影片的时候有没有想要放弃的时候？没有，真的没有。我们真的是很喜欢做这件事情，因为我们就是吃啊，我们没什么好那个的、啊。但是你们就是要一直支持我们，我们就会会有更大的动力。甜甜都没讲话，不是啊，对不起，夸大说，有我在想，甜甜说我有想要放弃的时候。我刚开始有说我没有啊。可以做仿真的炒冰吗？可以。好啊，下次拍。下次我们来挑战。好。可以做棉花糖吗？棉花糖好啊。你要怎么做啊？你是说那种加棉花糖然后这样那种棉花糖机？那我们棉花糖机吗？那我们下次出去玩的时候拍一个。好。那你们认识多少年了？3年吧。嗯，差不多3年，差不多。为什么你们会认识呢？就是我们是工作了，其实我们是同事，我们其实是同事，然后就突然发现大家其实都很爱吃，对，然后我们就组合了一个吃货，每次上班都在吃东西。对，为什么想当 YouTuber？ 就是因为我们爱吃啊。对啊，因为我们就是想要带给大家欢乐，对对，介绍东西给你，没错。来说实话，点点想说实话，就他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当 YouTuber， 所以你就是被逼的喽。有这个机会，对啊，就难得机会嘛。好，我本来就想要当 YouTuber 哎、欸，一直都想。我没有特别就在往内，就有机会来了就把握这样。对，好棒哦！好，下一题，下一题。YouTuber 会做到几岁退休？我跟你讲，我们不会退休的，没有。我们没有年龄限制，我们八十，我们就我跟你讲，我们80岁。老 Coco 也，除非你们不看，不然我们80岁给你们看。对，在讨论吃胶囊这件事。对，未来科技跟吃胶囊。以后我们老了可能介绍这腰怎么吃胶囊，白发了还在这边拍。你们可以拍软软吗？软软是什么？就是那个东西，然后就软软的。嗯 ，Yami 他们有拍过啊，没在看。陈嘉琪哦，好啊，可以的。好，请问你们可以自制动动乐吗？哎，这感觉还不错。我们下次如果动动乐那个可以留下来，我们自己就准备小礼物之类的。哦，好像也不错哎。对，好。请问你们跟桑尼、Yami 是什么关系？邻居。对。好，下一题，请问莹莹姐姐可以看桑尼他们一起拍夹娃娃的影片吗？好啊。可是我跟你说，我不会夹娃娃。请问你们跟Yami是什么关系？为什么你们可以在他们家拍影片？
为我们是邻居，反正就是朋友嘛，對啊、大家都是朋友。那请问我们，你们可以拍你们的房间，看谁最乱吗？好啊，好像可以耶。其实我也觉得可以，我的房间超乱。是在比乱的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我的衣橱已经爆亮，用衣服放。好，来啊，我们来比乱啊，比乱比乱。好，那你们拍照给我吧。好，那我们拍照就好了吗？可以介绍你们的房间吗？好。自拍，我们自己自拍礼物，然后你们顺便帮我评比谁比较乱。好，来啊，好，下一题可以拍实况吗？实况什么意思？实况玩游戏吗？直播的意思吗？我不会玩游戏耶，实况是什么？实况就是玩游戏。实况游戏哦，我们不太玩游戏的，我们。嗯，我们不会打龙那种，我们最多就是实况狼人杀而已。哦，对，啊，真的，这个可以，我们到时候玩狼人。我们可以拍整人的吗？整人可以啊，目前不会。目前不会，目前公司决定应该不会，因为很久很久以前拍过一次提音的整人，但是那部片到现在都没有再发布过，所以目前都不会再做。哦，是好像什么东西，我忘了。哎，红包里面包芥末。哦，那个超人。好，下一题，请问可以拍狼人杀吗？可以啊，我觉得可以，就是刚那个实况嘛。对，我们下次拍。可以继续做史莱姆吗？你很喜欢史莱姆，大家还对，我觉得大家很喜欢史莱姆。好啊，我觉得我们真的可以找一些。那我们你们可以丢一些就创意的想法给我们，因为我们可能有点没梗这样。请问可以拍扭蛋机吗？扭蛋你好啊，可以啊，我们有准备，我跟你讲，对，我们准备可以做巨大史莱姆，多巨大？要多大？跟我们脸一样大。就是史莱姆可以用硼砂做史莱姆吗？硼砂不行，因为我们觉得有点危险，就是一个材料，请问下一个你们可以拍出去旅游的影片吗？好啊，可以。等我们大家都有空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出去旅游。是你们能拍日常吗？可以啊，好，可以啊。我们下次我们比如说自己出去玩，对不对？就拍一点给你们看。那你们分别读哪间大学？真的超想知道的。提示，就是在台湾最南边的那间国立大学。我是最高学府。最高学府啊，最高学府啊，山上的意思啊。我是有两间。对，有两间，一个台北，一个桃园，一个台北，耶！拍影片的目的是什么？拍影片就是介绍吃的给大家，我们就想吃东西，对，然后玩玩具，然后赚钱，对，就啊，学，对啊，开心，讲认真是对啊，赚钱，应该做这个很开心，做回忆吧。对啊，我们可以再做一个回忆，哎，对对，80岁在看我们现在，你有没有看过我们第一部影片？现在我们，嗨，我是莹莹，嗨，我是甜甜，嗨，我是 Pola。我们今天要吃什么？我去看影片，真的是觉得很不可思议。之前真的是很丑，我们有在进步，我们有进步。而且那时候常常是我们工作完才对对对，然后那个脸都黑到就已经就完全没妆了，对，就已经都没妆，然后又还不会拍。请问你们喜欢开玩具吗？喜欢喜欢喜欢超喜欢，而且其实我蛮喜欢做死亡。对，我跟你说，以后死亡都给他做。因为我没有喜欢做，我也不喜欢，我还想做死亡。请问你们可以介绍便利商店的美食吗？好啊，可以啊。你们觉得谁最美？我。你就是一直笑，然后你就是不想回答。请问可不可以天天上传影片？我们已经可以天天上传影片啊。你说加礼拜六吗？我跟你说，老板累，老板累。真的是有点累了。不是，主要是因为而且我们没时间。哦，对，我们等我们毕业，我们快毕业了，我们一起的时间很少。对，请问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拍片的？啊，其实我们真的是碰巧哎，就是那时候真的哎，我们来拍片，嗯，好，来吃东西，就是就是要感谢桑尼亚米啊，就是这样子。亚米大伯叫我来拍，我就拍。对对对，真的，我们也没讲，本来没有打算的，因为他是老板，我不可能要被扣薪水。对，扣薪水怎么了？还没有加班费，没有加班费。你们可以拍关于教学烹饪的影片，我不会做菜，我觉得有点难。因为那个场地，对，还有食材，对，面包算烹饪吗？其实算啊，做蛋糕、饼干，可是那个还可以，就是你可能说我们可能一两个小时，两三个小时都在做那个蛋糕。好，我们挑战看看，对，有机会的话，就等我们比较有空一点的时候。请问你们喜欢听什么歌？英文歌，英文，我还好，你呢？我不听歌，我喜欢听抒情歌。苏醒了这么多个月了，你还想做 YouTube 下去吗？想啊，我也想。你们不想，那我们继续做下去。我跟你讲，你们就不想看我们，我们还是继续做。对，我们就是要继续做，怎样？还是会跑到你们的 YouTube 上。下一题，请问可以拍你们姐妹的微电影吗？哎，好像还不错哎。什么是姐妹的微电影？就是我们是姐妹。对，就我们微电影，我们拍一个微电影。
可是我不会拍啊。对啊，而且我们还没编剧哎，我们要自己当编剧哦。但是我觉得还不错哎，就是。好，那剧本交给你写。好，来，你就是企划，对你当企划。可是不觉得还不错吗？你好，你当企划。请问你们是几岁开始拍影片？为什么想要拍影片？前年几岁啊？20，二十的时候。我二十的时候。那我就是19的时候，然后有这么小吗？我18啊。为什么想要做美食 YouTube？ 因为我们喜欢吃啊。对，我们喜欢吃，我们就喜欢吃东西。是的，请问那个为什么你的频道名称会叫吃货们？因为我们就是吃货们。啊，姐姐们都是吃货吗？姐姐。嗨。耶。怎么你们会有这么多东西可以拍？老板，我们老板买的，老板跟老板娘去买的。对，我跟你说，老板老板娘很会网购，好不好？他看到什么就买给我们吃。你们怎么认识的？我们是同事。你们怎么知道就是新品植物的新品？或发现那个地方？我们老板娘很会网购，我们老板娘超厉害的。对，然后他们还会去日本玩，所以就是你知道。对，你知道我们只要有新品，他们就马上对买回来。做到。玩过最恶心的是什么？啊，那个什么？怪味糖，怪味糖。臭蛋！哇，好难吃啊！哈哈，那真的超恶的。好，我没有觉得怪味糖，我没有吃过，我也没觉得恶心。唯一一个受不了，已经是我们两个上次做那个史莱姆那个绿色的那个。嗯，看我的口水。口味。做最恶心是爆破史莱姆那一只。好恐怖，我自己回家觉得很恐怖。整间公司，新衣服破到整个公司。请问谁最爱吃？谁最爱吃？我。我觉得我蛮爱吃。我也觉得我爱吃。看我的身材就知道。请问你们喜欢什么颜色？黄色、紫色、粉色。请问我们想知道你们比较喜欢挑战韩食还是日食？韩食跟日食选一个，就是你们比较喜欢韩国的还是日本？我都喜欢，我真的都喜欢，因为其实他们东西差不多啊。我真的没有，就是韩国就是比较辣一点，然后泡菜那种。哦，对啦，韩国这辣包也好吃，可是日食又有那个食玩，或是比较有玩具可以玩，其实都喜欢啊。拥有很多粉丝是什么样的感觉？我希望可以更多。对，好，还要再更好，觉得很开心。就是好，还要再更好。对，就是我们希望慢慢的慢慢破10万，再破20万。对，然后下一半就是100。帮我们分享。下一题是你喜欢长发还是短发？我喜欢长发。长发。Me too， 长发。好，下一题，请问喜欢什么动物？狮子。狮子。啊，动物。狮子很可爱。你呢？动物。好，你先。狗。我不喜欢动物。你不喜欢动物？我喜欢动物。那特别喜欢哪个动物？这样说好。下一题是会办抽奖吗？对啊，而且我们会跟老板讨论一下。如果说抽洞洞乐那种小东西，这样寄去，对啊，很可怜。你们收到的那个，可怜这样。对，就是对，这个比较难啊。我们讨论看看再跟你们说。好，那下一题就是何时有粉丝？哇塞！我跟你说，50万呐，好不好？100万，100万，100万。会有人吗？就算我们10年内都不会100万，好不好？会有人吗？会有人来吗？对啊，会有人来。好，下一题是为什么你们要剪刘海？剪刘海，我们没有剪刘海。问我是不是？是觉得不好看吗？没有，就是换个发型嘛。好，为什么小佳姐姐都没有跟你们拍了？因为她很忙。对，其实我们要找她回来的。对，她有空会回来。下一题是你最喜欢哪个 YouTuber？ 哪一个 YouTuber？ 我最喜欢我们白痴公主。哦，她好笑，她真的超级好笑，我们白痴公主超好笑的，白痴公主。好，我喜欢那群人，哎，这群人啊，讲错，那群是谁？讲错，我当被打，被粉丝打。对，我喜欢吃货们。赞！我要连续洗鸭子。好，下一题说可以和其他人合作拍影片吗？好，桑尼亚米，拜托。哎，我们不要活在自己世界里好不好？哎，欢迎大家来一起拍片好不好？然后下一题是会想要再加新人来拍吗？我们如果有兴趣的话，我跟你讲。对，下一题是，如果拍影片拍到一段 NG 会觉得很烦吗？不会啊，超好笑，很好笑。我们喜欢 NG 影片，对，喜欢看 NG 吗？对，可以剪进去。真的，
我觉得我们之前不是有 po 过那个什么 NG 特辑，超好笑，真的超好笑的，好笑到爆炸，你完全不知道你当下在做什么。而且那是一整年诶，一整年才会出来这样子。好，下一题是你们喜欢拍片吗？喜欢，非常喜欢。下一题是你们拍片的时候吵架吗？会吵架吗？好像没有。目前为止还没有过。对，没有吵过。然后下一题是你们将来想要做什么？梦想是什么？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？我想要环游全世界。你呢？我也是诶。我也想要。出去了。你要吃很多东西吗？没有没有，我也是想环游世界。那我现在最先梦想是我可以考上会计师，加油！好，下一题是你们的衣服都在哪里买的？网路上或店面、逛街、Zara 之类的。下一题是你天天可以下腰吗？来吧。可以下腰。一二三。答案是不可以。请问你们最印象最深刻的泡面是什么？我先讲好不好？好，那个辣鸡，那个蓝色的那个冷的那个， oh, 我觉得那个很特别，那个很好吃，而且好辣哦，那个好好吃、哦。对，然后它又是做冷的，我觉得很特别。我其实都觉得我没有什么好印象的。我也是。好，来下一题。好，请问吃那些东西你有变胖吗？有啊，有，每天都要运动啊。好，下一题，你们觉得你们自己会100万吗？我没有信心。我们加油！加油！天哪！好，下一题是吃了这么好吃、这么多好吃的东西，印象最深刻、最好吃的是什么？还有什么想吃的没吃到吗？哦，我突然脑袋有点空白，就是十八禁的那个洋芋片。有啊，舌头很痛然后我开始流汗了，其实真的越来越辣了。我都会留言，好辣哦！超辣，那真的很印象深刻。那真的好辣，可是那真的好爽哦。对，超爽。那个辣你们一起拍的，对不对？可是你也有吃啊？你试试看，我刚刚甜粉，我现在就很辣哎，好好吃哦！哦，我感受到辣了。你也有哦，好，我想起来在很久之前了，还在九，还在有鱼缸的那时候。请回顾。那你们还有什么想吃的没吃到吗？很多哎，真的超多。没有，我们就看到都想吃。这个世界上美食这么多，我们还没吃完。什么杜拜美食啊？对，哇塞。好，我们的问题就全部回答完了。耶，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，让我们破10万。没错，希望呢就是大家可以有更多的10万，对，帮我们分享我们的影片。好，那吃货们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甜甜唱小酒窝，小酒窝唱哦，小酒窝唱睫毛，迷人的无可救药，我放慢了步调，感觉像是喝醉了，终于找到心有灵犀的美好。一辈子暖暖的好，我永远爱你到。